你们这是？何伯，为您保驾护航啊！我去码头坐船，这是我的私事，不必这么麻烦了吧？何伯，不麻烦。关于你去香港，我已汇报过党中央，党中央的态度是极力挽留你的。但是您的去留，我们无权干涉。但是你只要在松江，我们就有这个责任保护你的安全。谢谢。这边的事情我帮不上忙，对不住了，靠你们了。保证。是。李达，贺鹏的安全全交给你了。开船之前，务必保证万无一失。放心吧。记住，维多利亚号9点半开船，一定要注意时间。你糊涂了！如果秦和年真的答应和小雪一起走，专案组肯定会重兵保护。你在专案组路过面，你怎么上船？说的对，我得另想办法。我是坐维多利亚号的，航线我熟，下一站是宁波。实在不行，我到宁波再上船。是秦公公啊，我家老爷出发去香港了，公安局的人全部都护送老爷去码头了呀。喂，喂，各位旅客，今晚9点半由松江开往宁波、福州、厦门、广州、香港的维多利亚号已经到港，请各位旅客带好随身行李，准备登船。秦老师，到你们登船了。再等等。等谁呀？雪，她来了没？小雪。嗯。妈妈，我们能不能不去香港？怎么了？我们要是走了，爸爸怎么办？
寄给我吗？好。接着。妈妈，是苏爸爸。苏爸爸说外公一定会来的。他还说什么？苏爸爸还说了，如果外公不来的话，我们放心的走。外公要是留下，他也会好好保护好外公的。各位乘客，维多利亚号即将起航。齐老师，再不登船就来不及了。吃治眼睛的药，一天三次，一定要吃。师傅，秦鹤年到了。到点船就会开，放心，他们耽误不了多久。生命里所剩无几的时光，就要跟我女儿、我的外孙女在一起。老帅，小姐，船快开了，我们还是先上船吧。是市公安局的，公安局的，请出示下证件。你好，公安局的，请出示一下身份证。哦，好，谢谢配合。发现什么呀？没有。有发现没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发现。有发现吗？没有。走吧。走。走。组长，旅客信息都核查过了，没有异常。
小雪，妈妈坐下。老帅，祝您一路顺风。你回去赶紧收拾一下，尽早的到香港来跟我们会合。放心吧，老帅。各位旅客，船马上就要开了，请守备的人员尽快下船，谢谢配合。各位旅客，船马上就要开了，请守备的人员尽快下船，谢谢配合。秦老先生，秦老师，小雪，一路平安。谢谢。你就在这儿守着，直到开船前的一刻才能离开，保证他们的安全。是。走吧。走。师傅，时间快到了，郑鹏怎么还没回来？段振鹏还没回来吗？没几分钟了，等还是不等？松江站那个会开船的郑和江在哪？在，北发跟他一起在船上。如果到最后郑鹏都没回来，就按郑德江直接开船去台湾。是。你怎么了？身上怎么有血？没事，你被骗了。什么被骗了？池铁城要接秦老先生去台湾，是转票。总算把秦老安全的送上船了。是啊，从秦家一路过来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也是难得的顺利的。总觉得有一点不对劲。什么人？站住！方组长，不能让那个船走！副组长，孙庆，不能让那个船走！副组长，你给我，方组长，那个船不是去香港，是要去台湾，他们要把秦老送去台湾。秦老，船要开了，祝你们一路顺风，俺就先走了。好，你辛苦了。哎，小雪，听妈妈话啊。这孩子，早点休息啊。赶紧跟我走！你们两个赶快带到候车厅，让所有人都上船。一位。
秦老，快来，来这儿，快，到这儿别动，我去看一眼。公安上船了，你们赶紧行动。红娇，带几个人去甲板，阻止共产党上船。好，走。小楼，听到回答。小楼，听到回答。师傅，我们那儿暴露了。一定要确保船离开松江。是。今天务必离开松江。金毛，开船。快，这边走。大姑，抓住小雪。妈妈。走走走，这边。留在这儿。
小雪。小雪。大鹏叔叔，大鹏叔叔，你起来！大鹏叔叔，你起来！别哭啊！大鹏叔叔，大鹏叔叔。
立定。小姐，报告局长，革命军人赵大鼓一个人一杆枪光荣完成保卫任务。我干什么你就要学什么。俺大谷的任务就是保护您和小雪。任务一天到晚都是任务。是不是让你跳河你也跳河？那可不，别说是跳河了，就是让俺大谷啊去堵枪眼儿，也没有半个步子。你姐不知道你喜欢干什么，那是保护我。带回局里去吧。苏爸爸，你们为什么要带走我苏爸爸？文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再也不要相信他了。都被响枪了，肯定是叫上火。完了，这么大的动静，已经是一场战斗了。可不得了了，我们还有十几个人在船上呢。狗屁水母桶，不
都一睡不足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掐呀！怎么掐呀？我们有多少人在共匪手里还不知道呢？正因为不知道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今天晚上参加行动的所有的人员的上线下线都不影响。用我手机几个组？七个。电话通知咱们组长，立刻下去。哎。老哥，不能用那个电话，那个电话有暴露的危险。这样，电话我来打，三组和七组电话联系不上，你亲自跑一趟。哎，要快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说，你上线是谁？平时怎么联系的？不联系。规矩就是这样，我也没见过其他人。那谁给你们布置任务啊？那个，解放军同志，你们的政策是不是坦白从宽啊？这个得看你的配合情况。叶祖玛，我是步枪，我命令现在立刻掐线，对，上下线，捏隐蔽。二祖玛，我是步枪，说吧。上线是谁？上线，怎么样？应该是接受过反省委训练的。从进来到现在，不说话，没有表情，没有任何主动动作。思想封闭，搞自我隔离，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。但是有一个特务说，他很有可能是某个航运公司的高级职员。我已经派人拿着他的照片去松江所有的航运公司调查。很好，抓紧时间。刚刚传来消息，我浦江出海口炮台观察哨发现，今天入夜后，国民党舟山海军出动两艘驱逐舰，一直在我岸炮射程外两三公里处游荡徘徊，直到刚才刚刚撤走。哼，用一艘船骗贺公上船，然后再用军舰劫持，这就是他们想要的。军舰都出动了，为了我下这么大血本？哼，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唐思源起义失败了，衡州也开战了，廖杰升任兵团司令官，不仅拒绝了贺公您的劝和电文，还发表了态度强硬的主战讲话。既然一切都随了敌人愿，为什么还要对贺公您不依不饶呢？他们还提出三个条件啊，一方面要求我们疏散从中的百姓，另一方面要求我们放行随军家属的列车，可还提出休战两天。大家要清楚，两天之后可是锦江洪峰达到峰值的时候。洪峰？怎么跟洪峰扯上？贺公，您忘了，衡州的衡江大堤
那可是苏晋江江水的命脉。你是说有人想在横江大堤上动手脚？这怎么可能？晋江决堤的话，那是滔天巨祸，下游的五个省都会被殃及的，谁会这么丧心病狂做出这种事？是啊，一般人我们是不知道的，但是老蒋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。何况你还记得吧，黄河花园口的事儿。当然这些目前只是我们的推测，我们也希望它永远不要实现，所以我们才决定要尽快的拿下衡州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做？前线已经答应休战12个小时，来疏散城中的百姓和放行随军家属的列车。至于给不给出2天时间，军委非常重视，正在考虑，尚未给出答案。军委的顾虑是，如果给出2天时间，2天后第10兵团突然炸堤，那损失可是天文数字。如果决定明天就开战，会不会逼急了调集直接炸堤？那损失也是相当不小。所以只能算是两害相权求其轻，都不是上策呀。因此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廖杰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保密局却对贺公您不依不饶，会不会是廖杰那里有什么隐情或者是苦衷呢？可那些话都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吗？他的性格我知道，你就是用枪顶着他的脑袋，他也不会服软的。何况他现在是兵团的司令官，有谁会逼着他这么讲？那他讲话的最后，为什么偏偏要点到，念的是预备讲稿，还加了一首诗，说这才是抒发真意。诗？贺公啊，廖杰最后念了一首诗，你不知道吧？当时贺公生气上楼了，结尾没听到，不过廖杰的讲话技术科都录了音。你找到出处没有？你呢？谁找到出处了啊？谁找着出处了？回答我。没有。愣着干嘛？找啊！老钱，起步。老钱，会不会是我们想多了？其实廖杰那首诗，或许没什么的。你又不是头一次跟廖杰接触，这个人平时从来不文弄墨，风花雪月的，大战将济节骨眼上他突然做起诗来，而且还是半通不通，晦涩难懂。这里边要是没有鬼，那才见了鬼呢。可他不是老老实实按妮妮的稿子发表讲话了吗？我核对过了，一个字没漏。一个字没漏，他就不能捣鬼了？廖杰是那么服软的人吗？他是老虎装病猫，丑冷的能咬死我。雕刻着宝剑，战斗的右手道别昨天，子弹在耳畔诉说从前，你我转身
已沧海桑田，甘草汹涌的平淡，愧疚将白发渐渐晕染，子弹将你我分隔两端，相识不语，一生万语千言，答案背后的答案，试探被试探阶级斡旋，放下再拿起，并一